不便宜啊，150万啊。大妈看来，你看这个黄匪这样的肉质，如果能吃手镯的话，把这个黄匪飘到那个手镯上面去值钱了。你再看，不便宜啊，150万啊。所以说现在的东西会越来越贵。这一块150万。对。哇。抓在手里面就一套房子。这种三线城市，那绝对是一套房子了。给40万。给40万哈。他们应该是赌手镯的吧？这样的东西，你看没开之前是这样的，赌这种。打马看水饲料就是没开风险很大，因为你不知道里面那个肉质怎么样，只能是从表皮上面看的话，觉得它的料理很清理，但是你打开看，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好。你看这个红，它不是黄，它是红，翡翠翡翠，红色的是翡，绿色的是翠，这个是赌手镯料子，如果这个料子没开的话，不会超过60万。这就是青发展，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棉点，肉质特别特别细腻，特别特别纯，又没有毛病，没有纹裂，所以说一刀切下去就翻几个倍，这就是赌石的魅力在。这是一块脱砂的冰情底的一个水饲料，全部都给你磨光了的，所以说这个料子相对来讲赌性就不高，但是它价钱绝对很贵。你看，开价180万。哇，这个好漂亮。这种都是赌满色的东西，这个开窗的都是牛逼，绝对不会给你多开一点进去，也不会给你少开一点进去，开到刚刚好，颜色就到这个部位就截止了。